最近迪丽热巴现身韩国的活动现场，造型时尚而又保暖，可以说是秋日穿搭的完美示范了。热巴身穿立领的露脐上衣，领口的位置设计感十足，搭配上款式复古的皮衣外套，显得英姿飒爽。蓝色丝绸质地的短裙，让整体造型显得不会太冷硬沉闷。高开场的设计，让热巴帅气的同时又不失性感，完美的展现了她的好身材。都说外媒镜头是最考验颜值的，就算是韩国表情身材管理严格的偶像明星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撑得住他们的媒体镜头，包括一些公认的高颜值偶像也会有被拍到状态不佳的一面，但是热巴却完美的驾驭住了。就算是在这样的镜头下，她依然美得闪闪发光，不管是颜值还是身材都堪称完美，难怪就连韩媒都对她赞不绝口。韩媒在报道迪丽热巴时的标题就是迪丽热巴人偶都没有的令人美貌，可以说是很长脸了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热巴确实有着精致立体如洋娃娃一般的美貌，她刚出道的时候就凭借颜值惊艳全网，在《克拉恋人》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，她饰演的虽然是女二号，但是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并且成为了当红人气小花。